dollar. Dollar dollar.住喺香港港，我有嘢想讲，我每日都上网，网上自由讲，网上系穷人唯一可以讲嘢嘅地方。平时我讲到口干都冇人听我讲，因为香港穷人永远帮有钱人开放，穷人永远系有钱人嘅金矿。有钱人咁忙忙住抢穷人嘅家当，佢哋咬住我唔放，直至将我榨干。